的山城也可以是 Lil May 的必胜告白地图，或者成为综艺节目里秘密任务关卡。这些创意影片透过青年的镜头，描绘出苗栗的美好。我最喜欢就是来苗栗这个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就是离台北很近，然后东西又很好吃，天气又很好，人又很温情。郭彦均出席青旅行创意竞赛成果发表会，从去年底征件开跑，历经四个月的时间，吸引超过108组民众报名。经过激烈竞争，最后选出14组优质团队获奖。年轻人啊，让苗栗又再次的能够拓展视野。县长徐耀昌表示，苗栗拥有多元的历史人文，也保有丰富的风俗景物，希望透过这类活动带动更多青年返乡，共创幸福苗栗。记者彭志明苗栗报道。